昨天是耶诞节，在美国也是浓厚的过节氛围，但是明年就是总统大选，也掀起各阵营的角力战场。我们先来看美国总统拜登在耶诞节一早先发文，他祝美国人民耶诞快乐，接着跟夫人吉尔依循传统跟陆海空军、太空军还有海岸护卫队通话，感谢美军还有家人的付出。接着我们来看到川普的部分，他则是在社群平台连续发文，批评拜登是美国史上最糟的美国总统，甚至从司法部、FBI 到检察官都被川普一一点名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